打怪有爱心，打怪有爱心，就是我的，我只把那个啊彗星的那个套用成爱心而已啊。人家暴击就有爱心出来啊。大金炮，我想说我可能爬上尸体。什么新设定？新设定？嗯，哎呀，自己。那你说鬼人话嘛？鬼人话之后按右键啊，这个就是啦、啊。是你那个是什么？不是这把刀的啊，效果啊。啊，刀的问题吧？是你那把刀的问题啦。不是啦，我也是。不是我在空白键啊。空白键是这个效果啦。哦。哎呦。就这个，通常移动都是用右键，那转转转过去这样刷刷刷。我知道啊，我只是没有在滑而已。我怎么接三组键啊？嗯，有没有？有，黑色的。大龙吗？弩，弩。耐冲珠。哦，知道了。到音乐。耐龙珠。嗨，一早音乐好啊。就要去影院那边是不是？因为我连不过去啊。哎、欸，我有。你有阿 Q， 阿 Q。哎，姐妹，我也有阿 Q。力战起点。好，加油！他就是要让你血池的。嗯，我可以打上位血池，不用打力战。如果我打上位血池啊，一般不是上位吗？你的四十九等任务是力战啊？那是力战麒麟？是 啊， 啊，那是力战麒麟。我居然把力战麒麟打到350滴血，所以力战其实就没不可怕、啊，可怕是你自己啊，哦、对不对？哦、你很可怕、哦，你好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你好可怕、哦，你好可怕、哦，你什么都怕。攻杀欸，对啊，你好可怕、哦，你什么都怕、啊，每次打什么都在怕、啊。哎呦，没有，那、啊、没有，没有了。你好意思说没有？你好意思说没有？三龙也说好可怕。有了有了，龙三龙也好可怕。叫女孩之龙没看过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叫什么？悲喜模式。哦，悲喜模式。从你们那边看过？哦，不是，那还有一个。哦，所以背心模式以外还有一个。对，我想说背心模式，你有看我们荧幕分享过啊？嗯嗯，那个黄刀。就鹿手精啊，你看到不是觉得更恶心？鹿手精我也没看过。鹿手精，我现在查好了，叫什么？鹿手精，哪个鹿啊？你猜啊？哎、欸，魔，哎呦，魔物，嗯，鹿手。嗯，应该是金鱼的金吧？金就金吗？金金金金。你亲可以吗？我才讲说啊，虫的嗯。什么？啊？啊？妖精的精啊？哦，妖精的精哦。嗯。还没啊。精哦，妖精的精。入手枪。关于啊。灭境它算是几个难度的啊？三啊？灭境是三哦。对啊，古龙都三啊。鹿手哦。他就两个人，好可怕。对，你看又好可怕了。你看又好可怕，好可怕了。不是他这个，下一次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讲了，他这个比大胸彩虹还可怕。哪里可怕了？外观，哪里呀、啊？长得很可怕，好不好？感觉就是恐怖游戏才出现的角色啊！你觉得岩贼龙可怕啊？没有，我现在觉得他可爱，更可爱。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觉得很可怕，第一次见到都会怕。那你看第一次是不是有讲？可是这个我看十次我还是觉得他可怕。看十次你看到快哭出来了。不是，他长得比那个你有没有看过死神？
什么？有没有看过死神？你说死神 Bleach 吗？哎，有啊。那不就一样？哪里一样啊？哪里不一样啊？一个画风比较写实啊，一个比较动漫。啊，就只是2D 变成3D 而已啊。可是写实的画风我就不行嘛。那你那么喜欢 coser？ 不是有问题吧？阿基。哦，可是他长得像僵尸哎、欸。哪里像僵尸啊？就鹿的僵尸，这样的感觉的感觉。的感觉是吗？对的感觉。又被丢包，哇！我是做错了什么？疯狂丢包我，因为你什么都怕，是这样，对，故意丢包我，是不是？他训练你的胆量。你们在那边抓蜥蜴哦？抓什么？蜥蜴啊？蜥什么？为什么要抓这些蜥蜴啊？点数啊！哦，你的吃饭就是靠这些在赚钱。哦哦，那个绿绿的调查点数。六，谢珍惜，要主啊，去上班。好，路上小心。银丝路，好吼吼，什么东西啦、啊？银什么路？有人说是银丝路，阴沉的阴，地板湿湿的湿，鹿角尖的鹿。就是要打那个啊，活动任务就鹿手尖的任务啊。接到了！哎呦，尾巴收好。怎样？哎呦！错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痛！那个甩身好痛啊！为啥呢？我晕了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呀，想泡温泉了，救我！他救你，他救你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繁星就可以把人打晕啊？我打晕呐、啊，我把你打醒啊！打醒！我把你救起来，你说我打晕你哇？不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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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救了。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！我不救了，这就叫做好心被雷劈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被劈就劈。偷心猴的一劈。讲太快嘛？哎呦，你就讲太快，这也不干那个讲太快的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刚刚先晕了嘛，就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打醒，有些人不？刚刚我就想你脚麻，你打醒你，你也没有用，好吗？哇！所以他换对方。
砍不到。我刀魔刀。我错。他只是想趴下而已，很可爱，想趴而已，想趴而已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怎么醒了？打扰午睡了。我转。嘿，掉下来了，我好开心哦！他被斩了、啊！你又走下去啊！你又走下去啊！你又走下去、啊！犹豫犹豫，有人在犹豫啊！犹豫就输了、哦，犹豫就会败北哦！下去啊，砍他！那可以砍，真的可以砍，真的可以砍，砍死他！砍死他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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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一个跑来打这个好心贝雷吗？可是我没有龙风力啊，我们这边没有人有龙风力啊，有吗？龙风有啦，我有，哦是你哦。龙风力是什么？封印的力量。封印哦，龙封印。龙风力。风力。力量。封印的力量，我已经讲很哦，白了。简称封力。龙风力。多豆豆啊！灭尽龙的这把双刀就有了龙风力啊。龙风力大，效果是什么？打古龙用的啊。啊，你说会有风？嗯、哦，我也有啊，不过我是小的。哦、啊，我以为你是用，没有我带那个龙属性的。我刚没打死，怎么四个一起飘，一起包丢就是。不会啊，血吸的回来啊。不会的，龙脉石。有外两个污蔑的、哎、攻击猪，好啦你可以删游戏了。哇！攻击猪哎，那个，哎，刃就是双刀要的吗？对，不是你要看你是英雄还是那个啊，蒙者啊。啊，蒙者不行哦。嗯、看你是要哪一个啊。不知道你要哪一个，两种都、哦、两种东西用在不同的等级武器，会有不同效果吗？同样效果，它需要的素材不一样。那我看一下，要去哪里可以看啊？就是那个小公家，你是在吃东西？没有没有，尽心尽力在打，你在那边吃东西。哎，我打完才吃。好难过，我也想吃东西。哪一个啊？克制化，克制强化。嗯。然后点你常用的那把，玩的。常用的，可是我都是按照属性用的、欸啊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这种打属性要刷很多啊。还是我用那把金刀看看。像我就不喜欢打巫，打就好。而且声音突然变好小、嗯，因为我在擦痘痘。哦，哇，为什么嘴角冒一大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感冒一好就变这样子了。嗯。感冒一好作息就乱了。嗯，作息也还好啊，都有睡到个小时哎、欸。嗯。吃炸鸡？对，我冰箱好像有炸鸡。还吃啊？讲一讲都想吃炸鸡，想换别只吗？好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
我会尽力去打的。嗯，尽力去吃东西。好吃。对，刚刚吃到也是最后一只。我饿到胃痛了，终于可以吃了。饿到胃痛，晚上为什么不吃东西？我有吃一个面包啊，然后就之后还是饿了。你怕啥？怕啥？怕运啊！要吃套吗？看一下，特别暴走。哦，我有三个人的，三个奖励的十套。三个人的，三个人的十套。对啊，三个人的十套。我有四三，我有四个人的四只眼镜啊。会有四只的钢龙，可是钢龙泱泱，嗯，没办法。啊，灭镜可以啊，灭镜比较好。嗯，打灭镜吧。好啊，Mythical。我们要去找 Mythical 了。嗯，刚你会打哦，要给我死哦。你说灭镜吗？对，还可以啊，还可。Mythical。用呗，哎呀，不会打就碰几次就会了。嗯，只能死一次哦。这句话记得你说过了。只能死一次哦。对，来跟你讲，猫的报仇。喂，看状况。灭镜哦。白糖。灭镜怕啥呢？谁啦？没挂啦。啊呜。炎飞哦，炎飞我之前打过啊，嗯，打过啊，雷，也见过世面的，雷，这是雷种可以单只啊。灭镜有推荐带什么主位比较好？不要死，不会死的猪。那我带防御，嗯，防御就很无感。嗯，要大，你先把你那个力量之护。升上去吧，力量猪，啊，真的力量有啊，他三呐，力量护符，啊，做攻击猪吧，没有啊，护符，护食，对啊，护食护符，说力量猪护，要跟商店买的，先买的那个吗？对，那等到什么时候、啊？先把它存在箱子里，等我动一下哦，嗯，存在箱，算了，匹配。好了，然后呢？南希，调和啊，调和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哦。看他有什么菜，就是想要暴鳞龙的尖爪。哦，对啊，有哈，有啊，那就合啊，合啊。那就合上去，两个都合上去之后放身上，然后存一下，再去跟、哦、防御的防御的，哎、欸，再跟 NPC 买力量之后，行、嗯，做好之后、嗯，做好之后，然后戴在身上，嗯嗯，它是长一样哦，长一样，不是、啊、它调和之后变怎样？哦，力量之爪这个吗？对，嗯，带等等，我先调一下道具。这样，什么？有人收到了那个小起点的，我傻眼。什么小起点的？什么小起点的？啊，为什么没有？聊天室27个人。然后有人送我小几点、嗯、会有十个人收到，我没收到。哇！购买需要再买两个、哦，再各买一个啊，放身上。对啊，对啊，啊不跟上次跟你讲过了。可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再放？它可以累积伤害，爪子是算一个，对。爪子的加热能力是一个，袋子加热能力是一个，所以等于加热两个，换了独立的个体。是的，
了解了。哎、欸，先储存存。好好，我准备。他就要打吗？要，等一下。参加任务，哇，这是几星啊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龙，三星。喂，好，声音还是比较小哎、欸，有声音，偏小，声音偏小，没办法，我因为我 YT 断掉了、嗯，怎么了？等一下关台好了。等我一下、哦，我调一下装备。好，丹力，肚子饿了怎么办？肚子饿了怎么办？一天只吃一餐，聊天室怎么办？肚子饿了怎么办？你问聊天室，他只会叫你吃而已。吃的会圆，会圆。这个时间点是啦。吃菜啊？吃菜就菜了啊？对，我菜也可以吃哎、欸。啊，我吃蒟蒻片好了。蒟蒻，蒟蒻啊，低热量。傻眼，你都收到都没有。我现在退局有送小起点，然后会送贴图的活动。哦，新的活动，帅。你在喝什么？喝饮料。我在喝鬼人药。哎、欸，大金哎、欸。真的哎呦，大金呢、欸哦？最大只的，李弘毅耶！那大金在我前面啦，你们来了没啊？到啦！哎呦呦，路上他不他，你不要打他，不会怎样啦。真的、啊，这只不会生气啊？不会。欸、他身上会这样亮亮的。我要开干了、哎，我要开干了，我要开干了。好打。走错区了，好远！哎、欸，叫一次就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来了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也跑错地方。我刚想说，怎么路上都没人？Go back.